越南台商林登义先生、詹木川先生及夫人及其他各地区台商企业代表等，以虔诚之心奉香祈求列祖先灵护佑事业平安。一拜，祈愿三祖先灵护佑三祖儿女事业吉昌立人天。今日今时，三祖的智慧及精神由科技界代表葛平雅博士、医药界杨义江医生代表深谈祭祖。一拜，祈愿世界科技立人立天立群生。现在由国际佛伦社台湾区3490地区总监吴维峰先生以及林口社前社长周基波先生、台湾客家族群周元干先生等代表深谈祭祖，共其个性是祖先财旺丁旺出圣人。一拜，愿我列祖列宗佑我宗亲大团结。现在由维新圣教学院元龙院长陈立月副院长、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规划院长袁昌院长、维新州泛拜学院袁松院长带领义经大学班级干部及功德会基优智慧长深谈祭祖。维新圣教学院泛拜学院仰贤蓄才。